39岁日本男星小栗旬近日被曝在 KTV 将内裤脱到大腿，全裸忘情高歌，在场还有多名女子陪同，遭质疑上演多人运动。不雅照流出后，不少网友转而关心小栗旬老婆山田优，纷纷留言：“你老公还好吗？裸体 KTV， 你老公怎么这样？”社群账号被大批网友涌入洗版。但山田优心情似乎没受到影响，昨天在 IG 晒出美照，穿着黑色短裙，露出笔直修长美腿。今天也 po 出居家生活照，贴心提醒粉丝小心中暑，顺便分享自身穿搭。而其中一张照片亮点在于山田优伸出左手做事遮挡镜头，也大方秀出左手无名指上婚戒，似乎想对外界宣告与小栗旬还保持婚姻关系，并未受不雅照事件影响。剖文一出，也吸引大批网友留言力挺，好喜欢小栗夫妇，戒指好漂亮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支持你。那只手是要秀给老公看的吗？可怜的优桑。